主要说我的实力就那么多了，我老了，那这可能又是一个烟雾弹。小胖发现前期就根本不跟九幺聊任何的事。刚才九幺提速狗曾经还进入过这个情况，他还提着速，对吧？那是提速狗，而且比较早就出生出来，所以他又出飞龙又提速狗，所以让他的攻防和科技都非常慢了。提速狗倒是占了一些便宜的，主要是飞龙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九幺问了一圈，这图你会读口吗？九幺现在开始语言骚扰流了。但是你觉得九幺哪个图最强？谁知道呢？老夫 temple 最强。今天小胖子这么强大呢？这么强大，你要怎么？我觉得小胖子这么强大，跟 PG 也是分不开的。对，我们一直都忽略了 PG 这个，确实。三届 WCG 冠军，当时的中国星际第一人，对吧？嗯，他虽然在回国之后呢，感觉上状态是好像是越来越差，但是当成立了 SC 职业战队之后，他很快就恢复到自己的巅峰状态。嗯，所以说现在小胖子还只是 PG 的这个先锋大将，当 PG 自己出马的时候，这个就有点可怕了，是吧？然后 PG 说一句：“九幺不知道你等不等到我出来。”对，今天的这场比赛，即使罗贤来，他看了他也会觉得小胖子打得好。对，确实打得好。他也会说小胖子你打得确实好，我可能都没打。像九幺今天的罗贤今天第一盘的这个发挥的话，我估计打九幺刚才就已经挂掉了。那么确实从这一小胖子的这个成长也是跟沙教练的这个精心栽培是分不开的。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出，通过这次比赛 SC 俱乐部的各个队员实力都非常的进步得很快。对，所以说我们中国职业化只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像 SC 一样，那还是大有可为的。是的，也通过这一战呢，我也相信可以坚定一下我们 SC 老板阿彻的这个心了。那这个合练还是卓有成效的。对，小胖真强啊。因为 F91 的 ZVP 我们最近是看的太多了，真的是太强了。拉布奇奇那么强，对吧？在这个职联赛啊，职联赛中还是被他2-0拿下了。虽然那一天可能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但是 F 九幺的 ZVP 确实是太强。先插一句，你看到九幺这农民补的这个叫开心啊，已经第14人口农民了，他那时候还是没有补 BS， 弄的。对对，小胖心里很窝火呀、啊！我要是他绝对外边连扑四个兵营。对，为什么不提速呀？为什么不提速？他连血池都没造是吧？对，啊、血池到现在都没造，血池刚造下去，啊、补到14个人口。忘了，主要是忘了，是太紧张了还是故意的呢？有雷车说：“我真的不会赌，赌的应该也不错呀，对吧？”嗯、等一会儿 BG 这样这 ABC， 他哪怕不会赌 ，PG 在后面告诉他放哪都可以啊。今天的这一场比赛绝对是可以拼。评为2008年最精彩的 PVZ、嗯、小胖子这一场比赛是具有2008年的韩国顶级职业联赛的水准。那么我们决定这盘比赛的战报就隐藏不放了。隐藏不放。Hello， 你的邮币又要被人家扣光了。我会放的，会放在 PVZ 论坛上，到时候请各位网友啊施舍一点。看来邮币最大。Hello， 你要什么时候搞个金本位邮币、嗯？那么大家都趋之若鹜了。过两天就开始买邮币了，我准备买个10块钱、50块钱。我觉得阿龙当时在论坛发了个帖子，叫做“我如果做不好网站，我就不姓刘”。嗯，结果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成了一个穷人。好，你看现在九幺又是和刚才几乎同样的开局方式，唯一不同的是他更贪婪，他经济更好，经济他觉得打小胖子需要更强的暴兵。我觉得等一会儿我就不信，我不出飞龙，我不提狗速。老子以后报名要报不过你。哥哥正面，是不是？不是赌得很好吗？能够得到九幺的赞赏。雷车说这么堵口，因为这个地图这么大口，对，会被这样绕过去。这里能绕吗？对，因为如果你真纯赌这里的话，会被人这样绕一圈过去。这个赌口很厉害的，
后面都可以造几把。但现在两位选手的开局好像都已经有些变化了，特别是九幺的开局，血池很晚很晚放下去。九幺刚才那场比赛，我估计我一直说他信心会受到一些打击，因为九幺肯定心里想我没犯错误。VS 还是 VC？ VS。那为什么现在要出 VS 呢？刚才出 VC 觉得有点玄乎，是吧？出 VS 的话，那么小胖的第一波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是不是？难道他也要用所谓的卡二流吗？卡二流遇到解冻流，卡二可是告诉过解冻，而解冻可是告诉过卡二，对我这么打是没有用的。解冻是3-1卡二是吧？对，最后那盘，他正准备跟解冻像男人一样正面对抗，解冻出了两条飞龙。任何 protoss 在解冻面前都是浮云，不管是 best 还是 match、还是 stock 都在解冻面前走不了几招。但是我们小胖子有可能改写这个历史、小胖子、你这个提高了很多，你这个高度提高了很多、这个开个玩笑切莫当真。不，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真的是这样。九幺刚才最一开始还死了一个房子，对吧？这次他这个房子他没死，又死了，你这个乌鸦嘴、没死、没死，这几条狗真的为了宿主拼了老命了，你就走吧。他一定害死这六条狗。还是海盗船来的，还是得死。有没有飞龙塔？飞龙塔在哪里？放在这个犄角旮旯里。四基地，这次你看他的飞龙，那、这就是最正统的宿主，就是这个飞到家里边的时候看到刺蛇飞龙塔，这就是最合理的方不用。难道要用卡尔流？真的有点像。现在升的是龙骑射神还是海盗村一攻啊？你觉得呢？我觉得海盗村一攻啊。你成长了啊！我终于从 VS 的一级升上升到二级。这口赌成这样，他还说赌得不好，还说不会赌。确实，小胖是个比较厚道。小胖子是中国对赌口最有研究的神职。大师，你现在对小胖子评价就跟当年我对EBA一样啊。不，我是在爆料，不是评价，知道吗？他明显在湖州。在 PGL 的时候，小胖子赌口都是小胖子教的。啊？九幺，你看你赌口专家，死的不冤吧？像 PGL 都不会赌口，那时候都是小胖子教的。我们看一下九幺怎么样对抗这个卡尔流。PGL还是绝对教科书是吧？可怕。这边是暴冰流对卡尔流，你看现在哦，但他科技走得很快。刚才面对的这个卡尔流以后呢，这个小贝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就要死。这个暴冰，九幺从他的这个套餐流完全转，哎，有便宜了，两个，哎呦，真是可以了，那么多。好的，看到了，明白了，那九幺怎么办呢？看看九幺家里面有没有补什么东西。不服，我停在你这里侦查去。好，看到星际十年。哎，这叫怎么回事？这你就想不开了。他进去是看一下兵营，对手有没有补兵营？存虫卵了，还能补农民？这农民补的，他刺车塔都没有，才刚补刺车塔，那怎么办？有看清楚什么建筑？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是卡流。看到这个了吗？看到了，好像没看到吧？哎呀，看到了，这个比较看到了就行。卡尔流，哇！我要说哇啊，要发掉头了。我觉得今天九幺不管是实力还是聊天，都遇上对手了。主要是在前期真的是这个农民多的简直是，现在农民是主力，有点令人发指啊！对，罄竹难书啊！这个，人家攻过来了，这到现在估计是什么射程什么都全部都没有。哎呀，一只屠杀，一点防护都没有啊，只有飞龙啊！好，打打打，阵业撞，哎呦，一个没撞到，一个都没撞到，没撞到。这个一攻呢，七个海盗还是很猛的。哟，有便宜！海盗在不在家，我来陪你玩。哎呦，哎呦，这很爽，很爽。这个交换的话，感觉冲冲足赚了。这边只是杀了几个房子，而
这个飞龙是杀了不少农民。跑路，跑路喽，不跟你玩喽。海盗追尾好像可以追，很难吧？不难，也是一点一 A 一点一。但因为海盗攻击频率太快，所以要点的很快。披剑，这里也是出了大量的四蛇，三个比和刚才那个打法一样，是吧？那么我们看九幺，九幺这一盘由于四蛇塔造的比较晚，我们看想他升，他先升的是四蛇速度，然后呢再升射程，再升 Lurk， 所以说等他 Lurk 出来的话，估计十分钟都过了。哎呦，金甲虫一炮没发，他会不会像那个小贝那个一样的造个地堡吧？运气真好，运气真好。哎呀，这是什么引刀？引刀两个引刀，还两个了。漂亮的小胖子，太漂亮了。小胖子这想法很多啊，主要发现，而且小胖子这两个引刀不会动，他会把这个房子先清掉，对，然后再动。好，过去准备过去清了，只有两个房子，清一下。强杀，哎呦，但是房子速度好了，没事，还是能清掉。清掉了，清掉以后这个引刀，引刀下来没有？哎呦，这个地方有点没有。引刀动了，引刀动了，那肯定要动啊！杀农民！哇，看九幺，警觉性高不高？哎呦，没发现，九幺还没发现，他在这边打这个呢。啥？哎呀，这一矿农民被清空，现在刚刚发现，还好，几个了？死了一队吧。点一下引刀砍了多少个？十个。哎呦，疯狂又要被砍。哎呦，这边又是一对美餐，那就是真的一对了。但是这个时候有人正面 A 了过去，但是人家在捞的数量很多，还有电兵，现在是大家是还没死，都是双线作战。哎呦，海盗船，海盗船。哦，这边在闪电，天哪，打的是昏天暗地。两个人会电，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作孽的，我看到啊，双线，拼命的双线，快啊！在这么乱的情况下，飞龙点金甲，看到家里面的事情，漂亮，金甲点掉，打不下来啊！啊，打不下来，这样的话九幺亏了。好在九幺开始的经济是优势是蛮大的。如果这边又放了四个老子，这是什么地方？这夹在两块矿的中间，那引刀应该清了吧？哎呦，主矿没了。这场比赛打得很精彩呀，太牛了，中国这可不是纯种的卡尔流啊，还扔引刀流的，这种水平中国哪个虫虫能挡得住啊？或者韩国哪个虫虫能挡得住？小胖子太猛了，太猛了。哎，九幺你这是干嘛？我决定论坛上奖你 EUB。 不是我讲的少，而是我实在没钱。再看一下小胖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前面三线在发展，我们看一下小胖现在目前还只有四兵营，并没有像卡尔一样极限的这种暴兵。五兵营啊，门口还有一兵营。那么九幺被骚扰一波以后，我们看一下他的主副矿的一个情况，农民呢还是茫茫多，还真多。比赛才刚刚开始是吧？一攻一防已经完成，这边就一攻，这次是九幺的攻防快了。现在飞机只能是他现在开始不用金甲，我刚说不用金甲。又开始杀，九幺要不造个防空塔？九幺要绕一下，以后准备把这矿给端掉。这一波冲的话，几个电兵？神族有几个电兵？很多、啊。双线包。好的，这一下拉的飞，这、哎、上这有一些脱节。当心闪电兵，冲不下来就 GG 了。金甲被点掉，打不下来啊，感觉。下面还有点兵。下面的兵都送死了，还有两，哟，还是没打下来。这场比赛我感觉又有问题了，就要一攻一防吗？一攻一防的。我找到一个引刀，你这个引刀无处不在啊！感觉雷兹好像在 team melee， 另外一个人在放引刀一样。哟哟，反应很快，反应很快。九幺这边也是 team melee， 我这一防了，你一刀砍不死我。哦，你一攻了，他一攻了。又来了，这骚扰无处不在啊！不客气，九幺运气，不客气。哎呦，又放下来了！没电到，还好。这个呢，杀了三个，这个等死的家伙，还好。哦，这个骚扰太……这边又来一个引刀，
小胖，你今天小胖今天有如神助啊！你不是一个小胖啊！你是中国所有小胖的集合是吧？现在是不是星际的实力跟体重有关了？一般来说，胖一点的人呢比较稳。嗯，小胖看一下，正在骚扰的过程中把兵营给抱起来了。真的让人刮目相看。我觉得罗显应该长胖一点。对，罗显百年这么瘦，瘦的话可能体能啊这些会受一些影响，胖一点的话要稳重一点。哎，撞掉一个，撞到，因为要五个才能够防住是吧。嗯，这个引刀一个人都没杀，但是他肯定想杀人呐、啊、他怀揣一把菜刀，两把，一把剑吧，剑比刀贵啊。哦，镰刀，镰刀，我觉得应该是把镰刀。小胖子主矿看看还有多少，这个时候很关键。有主矿还有那么多，下来这一波暴兵就很危险了。 F91 好、哎哦、啃掉一个电兵，真的啃掉一个。但是这个地图是三矿有三气的，所以说神族的电兵是源源不断的。对，三气的神族非常恐怖。而91呢，家里边一直是非常的困顿的。再看一下91的暴兵的主力部队在哪里。小胖子还是会坚持暴兵加骚扰这样的一个打法。哎呦，这个大神族大部队拉过来的话，虫族很难防，虫族不太好防。你看虫族去防哪里，左边要防，右边也要防，对，这里要防，四矿也要防。啊，这边绕过去骚扰是一个必做的功课。这哥们还在这晃荡，已经杀了两个了，已经建功立业了，又来了。哎，虫族的可能被骚扰以后就攻防慢了，到现在你看已经比神族的这个攻防已经慢了。有人下一波主力部队选择什么？还是小狗？小胖子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急了，打得很稳。你看他现在不冲了是吧，在家里抱兵、嗯、抱到他感觉到一个临界点了，就像现在这个时候他就准备、哦、两攻一防，一防刚刚好，压一波然后顺势开矿。我们看一下九幺也给了他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哥们他还活着，他已经活了很久了。九幺现在只有狗吗？咬电兵，又想咬电兵，咬掉一个，又咬掉一个，反正再咬掉一个就炸了。鱼来了，又来骚扰了。九幺看见了，九幺现在恨不得有长四个眼睛来。哦呦，真的防得住这边，防不住那边，一个金甲虫，两个电兵，这种组合。哦呦，这把，哎呦，好的，漂亮，漂亮，这个、漂亮，漂亮，漂亮。这个甲虫呢是没装子弹，所以说没发出来。啊，这哥们呢，一个都没把他清掉吧。这哥们看不到他，可能他不知道在上面。农民跑掉了，他知道在上面。对，他不知道。这边门口的勒克被电了几下以后，现在神族已经大兵压境，虽然兵好像不多、啊。嗯，他一直在这儿，我们随刻关注他，等会就不理他了啊。他杀了多少人回来看看就行。九幺现在空投如果升好的话，那对于神族还是有些压力。小胖子在十二点也开出一片矿了，又是一个胜利军。嗯，好，两攻两防，强有神族有没有三攻？强有基地来不及吧？狂狗有没有？嗯，好像还是狂狗。有吗？狂爪没有升好，没升好。三本升好了吗？三本升好了呀，刚刚才升好。有个电兵，有电兵，两个，两个，好吃，正好吃，三个，正好吃。S H E， 哎呦这个，哎呀，咬死了 ，Selina， 咬死了 Happy。哎呦，最后那个谁啊，电死了。Ella 也被咬死了。Ella 那太惨了。Ella 不堪受辱，自己放了一把电。哟，他到现在还没杀人。九幺你也强的，这边就不采矿了。但现在神族经济已经超过了虫族，玉矿，主矿干，分矿开干，运输机又看到了。现在神族也是两矿，啊，虫族的话也是两矿，四矿啊。哎呦，这个发现了，发现了，发现了。哎呦，命不该绝。哎，死了，好，总算死了。肯定能死了，死了，死了吗？死了，死了。他死了，他装到房子的肚子。他死得其所。哎呦，这波猛的。雷车这波猛了，其实还可以，没什么多少东西，他冲不了。你看看这边的罗克，这个阵线也太强了吧！现在主要吸取上一盘教训了，他不打你了，你这等你来了。万里长城永不倒，
好，先现在不、哦，你看真冲吗？阵线还真是太强。现在这儿摆一个阵，小胖子有点急，小胖子不要急啊，不要不要冲动。我要回去，哎，电死两条狗。一点电兵啊，你倒是。主要毕竟 APM 只有250左右。九儿的意识好不好的？雷兹好像在地图的9点钟位置，在偷矿了。那是9点吗？那是10点。10点钟，白球弄。好了，狂狗生好了，我们宣布。现在这边应该三攻了，三攻一防一护盾，雷车的这个攻防非常快。去骚扰，九幺现在应该去骚扰，对。特别是9点半那个位置。哟，花音未落还真过去了，但来不及了。来不及，不可能来不及。等会将是两人各一半地图，阿龙这是半小时的那个吗？因为小胖子的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所以说这波矿还是被他顺利的开出来了。九幺现在把所有气都放在了勒克上面，这支部队太猛了吧！这有四队兵，哇！直接过来，九幺的买！九幺的部队也不少，分散买，而且是带甲。哇，这里这个地方血战了！但是九幺很多的勒克都在地图的右边，小胖子的阵型非常的好，对，其实好多呀。这就不是从那个勒克正面去冲了，而是从勒克正的那个右左侧的，哎呀，现在才过来。右边这边勒克来不及放了。这一盘真的是太精彩了。我强烈要求这两位选手待会再打两盘。这边就基本靠电兵来电。哎呦，强咬击地，哎呀，咬不掉了。对，这就是打完的结果，我觉得九幺这场又凶多吉少了。那么多的人可全死掉了，太可惜。中央阵线其实还是能守住的，九幺当时就是在打一个双线，而且这边还带甲虫。哎呦，这个，撞一下。又纯狗就纯龙骑。这个没操作。操作小失误。送掉很多龙骑，那这点龙骑他还是亏得起的。对。他九点半矿已经开始运作了，这哥们儿，哎呦，杀狗专业户，哟，截杀五只，哦呦，飞天追狗，你跑过去干嘛呢？哇，这绝对不会给你任何机会啊！哦，这引刀还堵路口，雷车现在各个细节都做得那么完美。我决定要把今后所有的爱从 EVA 身上转到雷车身上。过几天 EVA 要把雷车干了的嘛？再转回来嘛？看得出来，阿龙的爱很廉价，随时转来转去。阿龙是一点本质被你给看出来。但是大师，我对你的敬仰是滔滔不绝的。好的，你果然有人撞，有人撞，自杀技。果然是一个合格的捧梗。哎呀，放下来了！四只勒克，漂亮，这个躲得真漂亮。哦呦，啊，没有逼，变得漂亮。这个美其名曰一个包夹，但是这两个甲虫左侧只有两个兵。好，这两个勒克非常到位。OB 啊，救了自己的命啊，要不然来了 OB 来了 ，OB 来了，哎，我不一定救得下来啊，你。地图的九点半。哎呦，空投了！这小空投，哎呦，我这一条小狗，九幺，但是你正面顶不住了怎么办？正面顶不住了，正面还好，后面的兵看神族，源源不断的兵都冲了过来，哎呦，接上来了，这样麻烦。哎呦，打到矿这边了，还没打下来，雷车要赢了，上面的援军也赶到了，哇，好多的部队啊，部队啊，九幺顶不住了，九幺今天想不通了，叫哥哥求饶吧，顶不住了。雷兹还如果再出一支援军的话，如果这边农民还过去干嘛？有点想不通了。这三个白球很恼火啊！向他打掉，这边四个基地。雷兹反正你也没钱，开始造兵了。这四个基地还是两攻两防，他这三攻三防确实升的慢了一些。小胖子太强了，这场比赛比刚才那场还精彩。啊，小胖子。确实是很有实力，真漂亮！你们下次不要打种族荣耀赛，就打小胖打九幺赛。接着还有第一轮战，后面的兵接的太快了。你们这个，你们什么时候？你们怎么还活着？这三个
大家都忙得很开心，我也得做点实际事啊。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太猛了，三房还没有好。哎呦，小胖的第二支援军赶到了。其实小胖子，哦呦，原来在等这帮哥们儿啊！小胖子其实刚才也是挺危险的。哎呀，雷克马上就被电掉了。但是，你还别说，九幺，花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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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顶得住吗？哎，你又别死了。他关键少一房啊，这问题很痛苦啊。他还是没升到三房。没升到三房啊！哎呀，这个太费劲了。本来九幺这一盘有机会赢下来，因为我们看到刚才空投之后，小胖子只剩下一片矿。啊，这个电盘！哎呀，九幺。小胖子操作也好，机机漂亮，太漂亮了，恭喜雷车。让我们永远记住这张胖墩墩的小脸。他们说今天这论坛上有个人发个帖子，把九幺拉长一点就是雷车这个模样，还有照片的对比。好，小胖子今天是我必须看一下人口，其实没有前面报的好，九幺没前面报的强，但是这场比赛九幺的科技兵太多了，嗯，雷克爆后最后还爆你，雷车还是一如既往，啊、这个太精彩。前期这场比赛都在骚扰，这个骚扰太精彩，骚扰都很骚扰。对不起，前期的这个雷车的骚扰四五次吧，从上面扔引刀，下面扔金甲，电兵引刀，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进进出出。这边发挥的也蛮好，在正面跟对方纠缠的时候，始终想到去冲一冲对方薄弱的风矿出来。只有不冲更好。现在没冲下来，先把家里稳定了，然后再冲。他以为家里能够稳定，但是雷车是你江南水枪的吧？嗯，是，果然不愧是中国前三的名工啊。所以说，我们如果那一天雷车不打 P 杰，对吧？啊，打其他人可能就赢了。那么。也就可能打成五比五平了，啊，就觉得很缺憾了。对呀、啊，我九幺前期刺蛇还是稍多了那么一些吧。他有几波冲没冲好？我们江南水乡拥有两位最具潜力的选手。我其实很怕一件事情的、啊，就是这两场比赛打完以后，对于九幺其实有一个小心的阴影。没有没有，不是小，是地图的原因。我们看到这张地图，重组没有办法猥琐，知道吗？他这个勒克镇如果厚厚的。排个三层的话根本就冲不下来，普罗斯洞就会好一些。对，那这个地图你看呢，左边要防右边要防、嗯、你这个勒克镇没办法排，所以说他第一个上场运气很不好。对，所以说到了中期之后，我就怕九幺突然又改成以后又开始改套餐了。对，然后两排十分钟，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如果这一场比赛不是在这里这个地方打，在普罗斯洞上打，对，九幺打的已经非常的漂亮了，他完全有机会赢。比如说他中央阵线只要能守住，对吧、嗯、那边空投把那个四矿给投掉、嗯、那么小胖子也没矿了。对，我一直觉得奇怪，就是他三防真的是慢了，最后那一下在两边决战的时候，其实小胖兵也不算很多了，对吧？打到最后那个时刻兵守那小胖子是占优势，手速雷车有这个350左右，好，而 F91 的话只有200多，那么多线作战的话肯定是雷车更有优势。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嗯、这一波其实如果他多一防的话，我觉得会解决好很多问题。真的是他那两个狗死在谁手里？被农民引了一下，然后把引到地堡。 小胖也很聪明，这个地方你看，这两人最后的攻坚站的位置，如果多一防的话会好很多，只要他不然往前一挡的话，黄狗看到他实在是没办法。不过小胖最后的这个电兵和金甲整个的一个局势的一个控制非常的好。雷车最后会起一个鲶鱼效应，就是他强了，那么逼迫 F91 以后这个 ZVP 对吧、嗯、也要更强，那么他的 TVP 那些像司机啊也会变得更强，所以说